王者荣耀爆笑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号称可攻受可以可萌，善良温柔美丽善解人意，善解搞笑幽默风趣的一道金粉的留言呢。最爱我的大西瓜说，上课时后面的同学拿圆规戳我背，我竟然感觉特别舒服，让他一直戳，真的特别舒服吗？一直戳，一直爽。你当圆规是挠痒痒？英雄不问出路，流氓不看岁数，看瞪眼我，把几个宫本压得死死的。我去草丛探探路，看看能不能踩到蘑菇。我真优秀！妈呀，这是开盖有惊喜吗？我不对奖了，我留还不行吗？韩信，你住下路了是吗？打不过我还不会跑了，没打死吧？又是再来一瓢，被针对了是吗？哎呦，俗话说得好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骂，骂不过我就边跑边骂。我就在下路悄悄的打枪的，不要吃完这波兵就回家。好了，实在不过三秒，你们是狗吗？总是针对我，他好像条狗啊。老鼠藏刀满街找猫，虽然已经爆三路了，但是我们的气势上不能输，捡个人头就跑。嘿嘿嘿，我真优秀，再跑快点我们就安全了。韩信，我要举报你欺负小学生，别让我再遇见你，头都给